没有一只小狗可以抵挡住水坑的诱惑，脏脏湿湿的小臭狗也难不倒一个专业铲屎官。对于不爱洗澡的狗狗来说，自己在家洗澡可以减少狗狗的应激反应，还能避免去宠物店洗澡可能会造成的交叉感染，节约下来的钱还可以给他们买肉肉。之前我都在淋浴间用花洒给抱抱洗澡，他洗完后我自己也被水溅得像洗了个澡，所以我将洗手池的水龙头换成了这款 IMAX 抽蜡式的，不仅能让我站着轻松地给狗狗洗澡，还不会溅我一身，360度自由调节，角角落落都能洗得很干净。还有花洒水和气泡水两种模式可以调节，洗完小狗还能自己洗个头发。开始吹风啦，我又是一只星星小狗啦，之前说要狂亲我的依依们快来呀。